很死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钓鱼。钓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船上，我们现在要去夜钓。油头现在在绑他的鱼线。好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出海去钓鱼，我们现在在万里这里。要摆在，你像日本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躲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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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哇，你看这边有蓝色。你看这边为什么会有一个蓝色的、啊？如果在看这个影片的人是一个动物专家，请他戴耳环，缩耳洞。啊！我的鱼怎么变这样？这不是我第一只钓到的鱼吗？怎么死掉的？死掉我就揍他！是藏身了吧？没有的。请问你有什么话想说，鱼先生？讲话。早安，请问你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鲫鱼，我被虐待了。讲话，嘿。我本来就是这个有诶什么乌桶钓来的，我还以为他会善待我呢，只是最后呢他爷爷他竟然把冰蛋了，还要把我吃掉。原来这只，它眼睛还蛮那个的。那你现在要轮胎？不要把我拔出去！不要，好恶心！这影片就十八禁。嗯，好，这一只鱼啊，这一只鱼，你死的真惨呐、啊！另一只眼睛。你有任何？他在摸他眼睛。说，话要说吗？嘎！哇嗨！嘎！你太少了，出去！啊！你也出去！好，第三条。好恶心啊！他怎么就这么胖？你看，看到他大便的地方在这里。真的、啊？大便，这是他大便的地方。哎呀，不要臭一番。这里，
要把它挤出来，这样超恶的。超恶哎！天哪，你好恶哦！不要臭你爸吃东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船上，我们就要去夜钓。然后不是，油头现在在。好啦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回来了。那现在的时间是，有没有看到4:50？对，4:58，凌晨4:58，看到吗？好，这当你们看到，这样你们更大更清楚。好，5:09了。好，那对，那今天呢？原本是要到更晚才会回来，但是因为大家都睡死了，连拉杰维尔到最后半段都睡着了，所以我们就提早了回来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总共钓了十只鱼，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。虽然我这是第二次，我第一次也有，可是我觉得这两个体验不太一样。你们应该没有看到第一次，第一次我没有拍影片，因为第一次太多人了。这一次我们整个包船，然后，对，那我现在立马要开始赶快剪了。对，那我不知道我剪好会不会还会是端午节，因为就是要做很多处理，什么马赛克啊，或者消音，因为有时候会讲一些本名，对，在这片段里很多本名。那几位本名被讲出来，我的本名也被讲出来。对，好，那所以总之就是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，端午连假开开心心。这是在端午节拍的啦，那剪出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反正就是端午节快乐。对，那喜欢点个喜欢，不喜欢就改一下你的喜好，或去钓鱼。对，好。那点一下订阅，我真的很缺订阅，我的订阅已经快要一年都增加不到20位了。对，一年20个人，一年365天20个人，疯狂！赶快去按订阅，去，我等你。好了吗？好 ，OK， 拜拜。